赵乐际透露，反腐大动作工农建中四行被盯上。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一次会议上透露，将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 AP。 近年来北京当局重点就金融领域打虎，多名金融领域官员应声落马。近日，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了中纪委下一步打虎的大动作，正与银行业和金融领域有关。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正知道11月3日报道，11月2日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在深化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上透露了将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这一消息。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报道，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要是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了纪检监察机构，但中管金融企业的纪检组纪委是内设机构而非派驻管理。如此一来，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的确是个重大调整。按照赵乐际的说法，除了中共中央和中共国家机关这十几家中管金融企业将要被安上探头，如今中美贸易战正处于僵持阶段，中共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大陆经济下行压力大，私营经济受国计民退影响萎靡不振，股市也受贸易战情绪波动严重，中共中纪委这时的大动作调整引发外界关注。金融系统近年来一直是当局清洗的重点。2015年中国发生股灾后，同年1、0月中共中纪委对21家金融机构进行了政治巡视而非业务巡视，加深了外界关于刘云山等人金融政变的说法。21家机构中14家为中管金融企业，近年来中管金融企业官员相继出事，也可反映北京对金融领域清理势在必行的态度。2013年12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6年6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兼市长姚中民没能安度余下的退休生活，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2017年2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王银成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中共十八大后，除了金融领域内的多名企业高管相继落马，还有中共政坛官员，包括原中共保监会原主席向俊波、中共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中共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玉军、中共银监会原党委委员主席助理杨家才。中管金融企业指国有或者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